大家好，在我们山里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植物，它叫做地恋，相信大家都认识。它结的果实叫做地恋果，非常甜的，我们小时候经常摘来吃。那我身边的这个山坡上好多这种地恋，它结的果实可以吃，而且它开的花也特别的漂亮，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看，这些就是地恋，它开的花也特别的漂亮。地恋它又叫做三恋，它是属于野牡丹科，野牡丹属葡萄状的小灌木。它的花期是5到7月，果期是7到9月。是一种集药用、观赏和保健一体的优良的地被植物。它的果实可食用，成熟的果实特别甜，它的维生素含量特别高，它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。来，开的花也特别漂亮。它的果实中钙的含量也特别高，看这里好多。这种地恋它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有活血止血、消肿去瘀、清热解毒的作用。它的果实还可以提炼色素，是一种纯天然的食用色素。看看这些，特别漂亮。但这些果实还没成熟，等这些果实成熟了再过来摘这种果子吃，特别甜。小时候是最喜欢摘这种果实吃的。好了，这期关于地恋的视频就到这里。不知道你们那里也有没有这种。